奥特曼最爱吃的食物，帮助他们变身。好主意，记住我开始。我最喜欢吃的是辣条、棒棒糖还是面包？你爱吃的是？你们俩能不能矜持点？我知道咱俩爱吃的零食是什么，是泡面，对不对？泡面香迷糊了，最好给我留一条。给你找到了最爱吃的零食，现在可以变成大怪兽了吧？来一次啦！真没意思，居然一根都不给我留。就知道吃试试，有这功夫，赶紧找出戴拿爱吃的零食。这个我知道，戴拿爱吃的是薯片，对不对？不对，我不爱吃薯片。你不爱吃啊？你不爱吃，那我吃。我记得他和小戴拿好像喜欢烧烤，是烤羊肉串还是牛肉串？是烧花鸭还是烧鹅？